水流下来。你好像玉山呢、哦。继续面对。好像玉山。好像玉山。好像玉山了。越来越高嘞！都是刚刚在剩下的。嗯，看到都是兔子的。青蛙的。后面的还在那里吃吃耶。那一个还要吃耶。哦，好恐怖。青蛙前面。后面那个猫熊还离我们好远哦。冲下去，他们房子就倒了。哦，猫熊好远哦，从那边歪歪的。好难哦。把中间那个中间，哇，哇，真漂亮！他们才十五，完全像一个。越来越远的。长颈鹿。他十六了。他们好厉害。他们很近，阿福还在聊。哇，好像一个溜滑梯呀、啊！嗯，就以前是这一根吗？一天变成溜滑梯，把它移到旁边去了。这里啊，十六到了，十六到了。总站在哪里？总站在几号啊？哎呦！